人以信用卡循环利率20%复利向银行借10万块，一年计息一次，则3年后需归还银行本利合共多少元？所以10万块乘以一加20%的利率，等于3年，所以3次方，所以等于10×1.2。的三次方，我们在旁边算一下，1.2的三次方，1.2×1.2的话是1.44，再乘以1.2，1.44，再乘以1.2，所以1728，1.728，所以还17.28万元，所以答案选第4个 D。